听闻阁下剑术精湛，可有兴致切磋一番？哼，但求一拜。K 头的好机会，宫本，我来援助你啦！狂热的，有头不解王八蛋，林师傅，我来援助你了，该我上场了。兵线快推到你家水晶了，确定不回去守一下？哼，区区水晶没了又如何？无敌于世，不如生逢一对手，五指球打得尽兴，正合我意。剑舞当风，花剑击拳鹏。我输了。不。还没分出胜负呢，我只是凭运气赢下来的，怎能算？哎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。今日切磋不甚过瘾，如若有缘再见，望与阁下再较高下。辟邪绿蚁带君来，后会有期。大的好，好的好啊。哪里，吾还远未到剑道之极。你以为我们在夸你吗？妹子打团的时候你不来，搁这跟人单挑，刚刚只差一丝血，我们水晶就先爆了，我血压也差点跟着爆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吾所追求的剑道之极，岂是一场胜局能比的？你们为何不明白啊？你追求剑道关我们乱事啊？不要在那排位的时候坑人啊！亚明龙。